我是尹美丽，我是拉你的主人。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啊！哎哎！那他这个种的是豆子吗？不是肉的。啊，拉罢了。没有，没有肉。对，我700买一个，我现在只有700，我就是刚才上厕所，1000找了我700。啊，不要，就让打开就行了，打开打开。啊，我蘸点糖，蘸点糖。再加糖是吧？我就700。No， 好，我留一点根儿，让我拿着。好、哦，这是树叶，糖，啊，哎呀，你别拿手给我撒呀，老干净了。粽子啊，700免币，我先替你们弟吃第一口。我太吃饱了。我那种粽子差不多，好了。今天太阳，冬天。今天主要让尹美丽来拍，找货呀！一点点，溜个来溜个去的，啊啊！哇，这个跟那个蘑菇包一样，看到了吗？蘑菇头。那都一起好，人接好，两个一起卖，便宜卖，独家特饮。两个多少？两个亲亲500块。好好说。这俩100下聊吗？100下。就大哥的眼神。100下聊聊。明天再来个毛线呢，这个真的干净吗？明天再来。妈嘞，真的很干净。这儿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微棉。100下真不谈。多少谈？500不要，你别想500，500想都别想。他已经不要喊价了，大哥。哪个是给100得了。100。谁要不要？啊？100不行。真的挺干净的，关键是。熊哥说这也是相当美。真的挺干净。老加10万，110，这个110，看不看？哦，这个刚性更好，看人家那个刚性，看人家那个刚性，啊，看完这个你再看你这个，你就懵懵的了。这个多少？110，你不够透，知道吗？不够透，250看不到。这有气泡吗？它这个缺一点点，就是这儿有个小黑点，这个地方，这儿有个小黑点。然后这个料子呢，它整体不够饱满，也饱满，但是差点意思，知道吗？这不要，我就要你那个两个紫的，让你那个不要，这个不好看，这多少？啊，8000万，这个太贵了，这个真的双眼皮儿，装水也到了，也白，还有一个黑点，有黑点那个不怕，它在边缘，想忌讳它的时候得把这个磨小，磨小就可以了，磨小它又缺少价值了。料子你就记住了，保大保色，这是最根本的，不管你收到什么料子，第一要保大，第二要保色。有大就保大，有色就保色。你这个贵，你这个整不动。你这个，哎，你这个五百下不了。哎呀，那个贵了。他妈2000，给2000给我。给过2000了，妈嘞，2000咋买呀？啊，你们想的天空蓝来了，还有棉，对吧？这种我教过你们，这都是什么料子，对不对？我不说了啊，这标，那个110要不要？啊？谁刚才看过了？我从哪里看过了？我刚才在那头说，好像拿那个鸡肉拿给过。这个料子有点像啊，但我不喜欢这个颜色，我就喜欢你那个。我看你戴了个啥？戴了也不好看。你那两个110给不给？啊？110，多少给？
我看，我再看一眼，我看一眼能不能给他加，加一点点我就要了，很狠心。他因为他是冰子，知道吗？他虽然他不是说，能出证书，鉴定可以，哦，那就 OK。真是两个小冰子，看到吗？又饱满，就跟蘑菇头一样。见过蘑菇吗？见过啊，蘑菇，野生蘑菇，就这种样子的，高高厚厚的。一个妈妈的，你没见过，你自身就长了俩蘑菇，你没见过，真是。算了，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懂，不要不要说，他听不懂，啥意思？啊，这没有啥意思，没什么意思。120，加10万。一百二，这不要了，120都不卖，不是不卖的，不卖，我不要了。刚刚嘛不就全了？这俩不好看，这俩的色跟那个没法比。看完这个就不想要了。120，你要行可以去我跟我去档口换钱，货换钱。啊？说什么？你把钱上来，这不要。一个140给过。上哪一个140给过？两个给过140是不是？一个。那不要，那太贵了。拍完这个就 OK 了。哎，来进来。这不要。吸他。一粒多少？哪里啊？5600，这是多少？112，12万。一粒12万。5400万。你整错了吧你？不错，是冬天的装备的。32万。对。132。132。啊，100。132是一个两个。六月，六月多少号？今天多少号？20号。昨天130，他说一个见面给了130万。六月20号，今天多少号？22号。啊，130万多人们差不多。132都不卖。卖不了的朋友，他说你250双，干脆都卖给你。看不到200，我看不到。你考虑一下今天。不说了，两个150。两个150我可以要啊，两个150你问问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啊，走了咱就拜拜了啊，啊，这个也够白，也够饱满。这也可以。这个边缘的地方也有个黑点，边缘最外缘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，这多少？晶晶一千。好好说，晶晶一千。那两颗我才给150。这边的辣的。辣的个毛线！我宁可要那个紫的，不要你这个白的。哦，这个我喜欢。哎，来，不要了。这老米说啥我听懂了，不要就不要了嘛。面。云南普通话都出来了，这个可以多少？1500。啊，1500，1500万，好好说。大家的东西，这个有点小冰子，这个200下聊。哎，那是奥，啊，走，你还要表演？来，你给我跳一个舞。这个老头70几了。70几，你问他多大了？大不老的。他多大岁数？大不老虚的。啊。妈嘞，快70的人了，你看吧，还在市场上奔波呢。刚才上一集咱们视频拍了个小朋友，这一集拍了一个老朋友。哎，真的身体好。这200下聊。不卖也不用。那谁啊？没有。可以。你记不记得咱俩合作过？他认识我，他卖过我东西，他卖给过我东西。要不人了，这给150得了。啊，150。不买。150，说错了。
啊？不卖，不卖，妈的，我从你身上擦擦，别用我的衣服擦。这个也是小淡冰紫，看到了吗？淡一点，淡淡的紫，个头还大，主要是个头大，看到了没？热死了。多少可以啊？好好聊。大爷，一千。一千个屁呀、啊！一千咋买？一千咋买？好好说。够了。一个要多少？150。哎、啊。150。下午来。下午来。嗯。走，我跟你回家吧。走。咱回家。回家了。摄影师都遭不住了。可以，哎，你问问他，他卖给过我东西？哪个？你拉倒吧，我要你那个。我不要你这个，不要这个，这不喜欢，我不喜欢那个颜色，不喜欢那个颜色。不要，我要你那个，150。他卖过我东西，他卖过我东西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我就喜欢紫的、绿的。这多少可以？65。好，65。65就你买吧。650。650个毛线。200。啊。呀，那肌肉男又过来了，看到了没？这肌肉男厉害厉害。你是不是练锻炼？你是不是锻炼？问他。金少拉的。啊。练。狗猛男。哎，又高又壮，你看到了没？这家伙1.8米，比我高。200。200给你。这个不要这个。啊，这个棉太多了，虽然这个够大，但是棉多。也是带点淡紫。跟老头那个差不多，但是没有老头那个紫，老头那个更紫一些，是不是？自然光啊，现在没有任何灯光。这个你要卖多少？这个，你咋这么黑呀、啊？你咋？我妈嘞！你看，哎、这跟你那皮肤一比，妈嘞，你这太黑了。这个200下聊吗？那谁要？500不要，你别找我了，我没有钱身上今天。这不要不好看，我就看你那个，这不好看，这太黏了。这个紫是茄紫，纯色，没有种水的啊。卖不卖？不卖，我走了啊。不卖。我问人都多少没了，我们帮你。咱今天不播了啊，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